唉，算了。这告诉我们，其实没有天天过年的。其实这还是需要一点技术来掌握。唉，一个4TG 耶，这叫我怎么玩呢？这就是很有技巧的地方。你看，同样是四张四倍生物，你等一下要出哪一张？我们等一下看看。哦，我先来认真分析啊，不要再嘴炮什么效果召唤师。基本上90%有机会先下水术，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先下机械雪人。虽然说雪人的零件可以搭配龙脉，但是右二两只一定都比雪人强。然后火球应该有大生物可以直接丢火球了。这边牌组是旧的吗？等我一下哦。没有啊，牌组就是这个牌组啊。妈的嘞！Hello，没完没了是怎样？应该也是水元素，直接不打他嘞。不打他的缺点是怕印记嘛。我先想一下，我等一下还是必须要用脸去撞他，所以就打他吧。等一下不一定，我不要。这边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说，假设我打他，他就可以直接打死我，然后他还剩一残血。可是我下回不想用小火球，